等我一下下，我在剥茶叶蛋。下午好。小月，不，没有，茶叶蛋还在嚼。好，小月安安，李亮安安，李赫赫安安，孔宇安安，永杰安安，北面安安，凯欣安安，景嘉诚安安，郑喜安安，要疯的安安。安娜 ，Y A U 安安，这不饼干声呐？这个是为什么会有清脆的茶叶蛋的声音来骗人哦？我在吃茶叶蛋。啊，刚刚是挂这个，然后吃茶叶蛋的，蛮浪费时间。塑胶袋的声音就跟水里一样啊！我们家个秘书，我在整理垃圾袋的时候，那边说什么就是你们这种人半夜打开饼干，还有肚子饿。我说这是塑胶袋的声音欸，水里，我说我傻眼。那天一个档期，我那些网址的频谱全部不见了，因为我没有存档。然后要如果要翻那个历史记录的话，又是在四五天之前，所以我翻到时候就没有翻了，要重新找谱。
然后我那个早上剪完片的时候，有麦块上去改了一下我那个神怪塔，那个可悲的神怪塔。因为我发现就是腐肉，我也不需要那么多啊。因为腐肉拿去换绿宝石又很难换，因为它是一组腐肉换两颗绿宝石嘛。啊，骨头又不能换东西，啊，剑士我又一大堆，蜘蛛线我又用不太到，除非蜘蛛眼啊，需要用虚弱药水。可是就是用处不大，蜘蛛眼的用处也很少。那后来全部就后面如果要用鞘刺的话，要很多烟火嘛，我就统统改成做成苦力怕的东西了。蓝安安，我讲话有没有声音啊？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喂，有，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最怕就是明明有声音，你们还不理我，然后跟上次一样。教主有讲话吗？那样子是不是有延迟啊？我看一下哦。欸，靠边啊，延迟又有一分多钟哦。欸，延迟又有三十多秒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十三秒，大概十三秒，没事没事没事，原来只是误会啊，大家有理我，只是我没有理你们而已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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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光太小，小马安安 ，L O U D A N 安安，我靠。我现在好懒得解这个哦，真的没，现在暂时没有动力玩这个耶，连续玩了两个多月，玩太凶。傻眼什么啦？换武器，换武器。啊，你们下午都在干嘛？除了上课上班的，还有其他人的吗？在干什么？等下午直播，除了这个以外嘞，我真的下午现在好不固定了哦。今天睡到十点半才起来去买早餐，后来吃完早餐弄一弄，已经十一点半了，然后十一点半开始剪。欸，最近比较没什么开车的啦，因为那天人比较少，所以开车开的比较轻松。老巨安安，对啊，就是科，所以你们现在开始慢慢习惯下午是跟台有事情做这样子吗？现在又在听英文课，哦，豁啦！哇！一下，两下，三下。还没回到，我的天！
没吓到啊，我觉得是魔物的声音太大声，没吓到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办法，哎、欸，最近天气很凉，很好睡哦，没办法、啊。其实我之前也，汪玉彤安，我之前也习惯一个，就是早上有之前都有人固定早上开台，啊，他声音又好听，我就挂着他的台，然后就是挂着挂着，就是之后日夜颠倒之后。哎、欸，对，我在开始最睡白天之后，然后那个人好像就是那有一阵子都已经没开台了，所以现在早上就是找不到东西听，都是无聊去听一些讲故事的那种影片。再刷餐票，无聊刷一刷。然后今晚 Amigo 没有我，他们一样是玩那个跑酷的。他们好像感觉才最近才玩过那个跑酷，怎么又开始玩跑酷？天哪！道具，不知道，因为。该怎么说？也不是说我要怎么讲？不是我对跑酷没兴趣，而是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不喜欢那个游戏，也没有想说要去接受它、买它或什么的。不然其实有些游戏我都随便乱买，然后又不玩那样子。嗯，我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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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干嘛。牛奶安安，飞翔安安，承接任务。哦，想起来了，布布。你这个好丑，看久了好丑。还是改这个好了。掠夺刀。好，走喽。那个是，就说那是喵哈推的，好像想说哦，解谜还 OK。啊，可是他们后面讲说什么文字很多，我就放弃了。我很喜欢推理解谜的东西，可是字一多就真的不行了。我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脑袋动得很快嘛，一些鬼点子或是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我就可以动很快。对啊，不然我觉得有时候这鬼点子就是来自本身的创意，你知道吗？就是会画画的人，你就知道会想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什么的。
跟创作有关啊，像不一定要画画，像你盖地图啊，一些创，只要是创作，你就是要有想法，要有点子，要有灵感什么的。啊，就是每天都有一些很北区的事情发生，就会增加我很多鬼点子啊。挂台睡觉，珍惜晚安。所以晚上一定要开台啊，我不开台会死翘翘哈。虽然我开台才会死翘翘。感谢珍惜的十颗星星，应该会开，但是要玩什么？要么就麦块啊，要么就这个啊。欸、你看啊、哦，布布的 ID 对准我的眼睛，应该把布布的那个名字改成提供，然后把眼睛放上去。建筑，建筑很棒，我觉得。你要我盖雕像或是盖一个图案我可以啊，就像之前那个那叫什么，你盖我猜，它是盖一个情景场景还是什么的形容词什么，我就开不出来了。因为我第一次遇到我不会盖的就是那个小强出不是那个谁纳吉出的题目，一人一只鸡翅膀啊，我是要怎么盖啊？这不会盖、欸。活动，打开死鱼之门。你说过盖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不太会，但盖那种屋事件，你是打事件还是时间？讲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还要修改。更变装备，反正我现在打这个，你们也不用看了啦，因为现在这个真的是乱打。反正太刀就是轻武器，挥得快；大刀就是很慢，挥得痛。我们盖那个少界塔，我唯一没有动力的是要把村民引过去啊。我一想到比较快引的方法，就是附近如果僵尸村民的话会比较方便啊。但是我在引的过程中，一定又会有突袭者来跑来乱我，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还是要在附近那个村庄里面再盖东西。那盖的时候又要整地，就觉得哦又好麻烦，我在盖嘛。哇！劈下去，跳开，跳开，劈下去。哇哇！刀就断尾，好爽哦！救命啊！劈不到，滚，撞，撞！哎、欸，大刀好好，真的是很烂的，有很烂的武器耶。不是很烂的啦，但是只要一个不动一在，真的是很强耶。太强了吧！你看，轻轻撇一撇，挥一挥，这样子，然后这个撞一下，如果魔物刚好撞你或是攻击你，很容易把它撞晕。没有啊，你那个打字快，那个打字快就是你懒嘛，懒的都是用挑那个字母音，不是字母字首。明天要考试，先来挂台，感谢你。呜呼！没有说大刀不好啦，大刀真的是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重武器，因为觉得重武器很慢啊，像我自己也是，因为你可这样子续下去啊，魔物冲过来，你一定要嘛贪心劈下去，要被魔物打下去这样子。对呀、啊，那、啊、可是玩久了，照魔物动作，哎呦靠，这个画的好丑的啊！确认背景，好丑哦！好久没有拍到这种丑图了、哦，我贴在我的魔物相簿里面，魔物相簿。魔物相簿，丑照。那这就是男友拍照片的角度，就是我。先回个调查。よろしく。よろしく。我在想要怎么？昨天就是一直在想那个少界塔我要怎么处理，因为如果我盖在家里，就是那个村民的那个村庄判定的东西盖在家里的话，因为我下面好像有史莱姆的创壳，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好要哪一下好了，劈下去。他不动音，劈下去！怎么样？放我！讨伐完毕。安详的离去了。怎么这样快比较啊？没办法、啊，你错字就是会被人家笑啊。你可能打错一个字会被笑一辈子之类的啊，会被冠上一些很难听的绰号啊。像你打哥那么的啊。然后我打出来是看你拿的啊，啊有些人是啊，我这个啊，看你拿的，哥呢呢的，鬼画面呐、啊，246章。你不要挑第一个，你不是挑完哦。句子很长的时候，这种通常忘记它，真的是不是？有时候句子很长的时候嘛，比如你要打到后面是那个，我们这边中文就是你只要多加了一个字，你后面的字都会不完整。啊，最后一场，我们再玩麦块吧。活动，
都想说就是有空多刷，可是最近一直没有空刷，最近在开台玩魔，不是魔物啦，玩那个麦块，魔块世界。最近又想玩线上游戏，可是我还在想要不要玩魔兽世界，就回去把本尊角色练一练，因为现在的，或者是开本尊那只去等级低的地图玩，因为有很多等级低的地图的成就都还没解。劈哪里？你看他叫一下，这样撞一下就结束了。天哪！好，换游戏喽！结束游戏，结束，改标题喽！直播预览，哎、欸，延迟好像变回来喽。MINE。更新资讯。好。咱们玩还是去打中介龙啊，没想法欸，中介龙是懒得打。哎呦呦呦呦呦呦！选项
那三五，上面不会生女巫了，所以拿走。然后骨头可以扔掉了吗？矿车啊，哎，我骨头在这里。哦，哦吼吼吼，嘣嘣嘣嘣嘣嘣。矿车，矿车，哎、欸，然后后面的那些人呢、啊？很多人他们都是改吃金胡萝卜，哎，就你就不用去杀牛弄皮革，你只要弄一个自动的那个啥蘑菇，不蘑菇啦，红萝卜的那个彩色的就好了。然后金锭就是金币就一大堆，助人可以让你用。再来咧，哦，骨头换位置。嘣嘣嘣嘣嘣嘣。哎呦，骨头嘞？怎么不生了？嗯？怎么那么少？上面17只，怎么都不下来？哦，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设施。好了，我们可以换位置啦。那还吹着七色的风，飞向七彩的天空。睡觉。叫魂哦，叫。我现在真的没想法哎。如果盖在这边的话，因为离远一点啊，就盖这里吧。啊，继续整地，又是一个整地的好时光。还是要盖这里啊？
珍珠美人鱼的歌有没有版权呐、啊？好想听哦。好啦，整这边好了，我们继续整地吧，波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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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片音乐。不珍珠吗？然后砍一砍。然后在想我那个啊，轻松生存的职业应该要转职了，我要变成裁缝师了，一大堆羊毛。咦，你看，虽然说是乞丐，可是我在做乞丐没有在做的事情，好像也不对哦，所以我觉得我要转职了。因为如果我是乞丐的话，我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像我不可能自己烹饪嘛，烤鱼那些什么东西，我应该跟他们乞讨。啊，现在整地，晚点再来挖。哦，白痴，等一下，要往下一格。欸、如果这样也长得大的话，那以后会很好砍。好，那等一下先不动这边，看会不会长大。爸爸爸，牧羊者，我是牧羊者。还是那不是念者，那念什么？请问你又打错字了吗？还是？
你在打什么字啊？看不懂。哦，牧羊者哦，牧羊师吗？也不是啊，牧羊师，我比较像裁缝师呢。牧羊的话，也是呢。可是我有生产有色的羊毛，那应该是裁缝吧？蓝色的羊毛，哎、欸，可以耶！那个数字可以这样长哎，那我再往下移一格好了，来去移。可以看挖沙一整天，不可能挖沙一整天呐、啊！沙子爆成这样子，我都快哭出来了。牧羊师还是指牧师？欸，后来想想啊，啊，要是说那个什么，那个平台啊，用那个视野距离调低的话，那我其实不用去那个破机眼了、欸，哎，我只要把视野距离调低，然后站在下面就可以等那个猪人生了。所以你们想要听是不是音乐设定方块声最大完成这样啊，等一下，那边的树好像没有剪干净，会不会消失了？会不会消失了？好像有一棵还没有种起来、欸，傻眼。哦，还有，还有，还有，还好，还好。
我啊，没有中起来，我靠，这怎么长的？好奇繁星有看过自己的 MMD 是什么？什么是 MMD？ MMD 是什么？妈妈的？什么是妈妈的？你在趴下回？那这个高度刚好就可以砍到了，就不用再担心砍不到了。那这高度刚好，哦，砍树声音好好听哦。不知道 MD 是什么、啊？可以上网查，所以 MD 是什么？直接跟我讲嘛！要打什么关键字？麦块 MMD 还是什么？还是你在开黄腔，我不知道而已。哎呦，你这样子不优哦。怎么交给我 ？MMD 是什么、啊？MMD， 我查到只有咪咪蛋呢、欸。意思。哎、欸、，MMD 很多意思哎、欸，你是指哪一个啊？二次元吗？还是什么 model 的那个东西？有啊，我看过啊，很早以前有人做啊。那个人好像还是有来看我的台啊，他有打过字啊，我突然忘记他怎么称呼了。那个人有来台，蛮常打字的啦。然后有些什么请我画人设的，都用那种纸娃娃系统给丢给我的，那种我其实都很不喜欢接，因为那种就是现成的素材，然后你硬就比如说你现成素材硬凑说是你的人设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很无聊，很不想画这种图。躲在哪里呀、啊？感觉还有一颗没有挖到啊！我怎么会这样？欸、可是都好像挖到的感觉、欸、哦，这里啦，哦，这次素描给好多发财啦，发大财。
傻眼，这次素描也给太多了吧？这是什么素啊？发财素描，哎、欸、是呢。刚那只白猫应该杀掉的，而且，哎、欸，那这样子，我在我们轻松生存那边，如果盖村民的那个东西，那是不是也会判定成有村庄，然后会生猫啊？还是就这个环境才会有？我不知道哎、欸。夜深凉安安，而且轻松生存那个十六色羊毛跟十六色染料，我好像也可以解了，只是我没有去解而已。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咻嘿咻嘿咻咻咻咻咻，然后一只青蛙，一条腿，两只眼睛，这么大的嘴。猫咪也会送刚起床的主人礼物，但礼物也太恐怖了吧？有吗？你说麦块的设定吗？还是现实的设定？睡觉睡觉。啊，我的床嘞！哦，不。太远了吧！麦块的，送什么礼物啊？哦，欸、这素描真的生很凶哎、欸！之前你们也知道，我不是说过这个素描其实生的几率真的是很低吗？你们那时候也看到啦，看一下这样两格低还可不可以生？那这个要换位置、欸、
干不会想要那个礼物，看操！我都觉得麦块应该要出老鼠了啦。那老鼠会去偷东西吃，这样也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做老鼠陷阱，有没有？我们就可以做老鼠陷阱啊，就是箱子附食物的箱子附近放那个半那个地板门，然后地板门下面就是放那个叫什么萤火，然后老鼠就掉下去了哦，有没有？都想好了，我已经想好麦块如果以后出老鼠要怎么做了，交给我，交给我。对，羊的牧场还没有盖好。这样修率，这样修武器真是很方便。看来是不会生。两个太，真的太不可能了。好，转移。然后后面看到他们也都是不拿盾牌，他们手上都是拿金胡萝卜副手啦，拿金胡萝卜跟那叫什么？不死图腾。海林安安，还是要叫你核心，核心安安。
奇怪，我附近猫不够吗？因为我在那个里面有放猫啊。猫吃鱼，猫吃鱼，猫，猫，你要吃鱼啊，猫！不要跑，不要跑！哎，吃鱼，走，跟我来。猫很多了，哎，过来。过来，都是异色瞳的猫。喵。攻击幼年海龟，那真的有可能我的幼年海龟是被猫咬死的。我的天哪、啊！我想说，我都围成那样子了，怎么可能猫会去攻击？那不，僵尸会去攻击到？想到海灵核心，我笑了一整天。为什么笑了一整天？你说因为牛奶吗？
次我不用整那么漂亮啊，因为最后这一个小山丘还是被我整平哎、欸，因为这个我还是要整平这一块。啊，既然都整了，那今天下午就都来整地吧，就来整地喽，各位孩子们。只是我想先去尿尿。Listen to my heart. 哇，小尿尿。喂，有人吗？我想到一件事，我还没有点药，等我一下哦。我现在用耳机当发箍，然后把头发往后拨。然后没有，因为我那个要点痘痘的药。我之前有一个，我下巴跟那个下颚那边有一个痘痘，就是好像。好，感觉是人家讲的叫做粉瘤的东西。他们说那个的话要开刀切掉还是什么的。啊，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然后就是上上礼拜换了一间皮肤科，然后换了之后就是慢慢吃药慢慢调，然后发现有好很多。他说如果先一开始没有点。应该只有晚上的药，然后他开一个白天的药给我，然后说如果就是下个礼拜再来回诊看看，如果有消的话，那就是 OK 继续吃药；如果没消的话，就是可能要开刀或打针或怎样的，这样子。什么我好可爱？不是，我跟你讲，我之前头发太长，我都这样子当发箍在用。然后通常就是开完台或是耳机一拿下来，我的头发就整个是哦，有时候整个是超帅的那种，就是那种那个什么兵长的头，就是整个头发是就是那种类似中分的那种翘翘，然后但是旁分的那一种。我有一次拍照下来，我就哇，看怎么这么帅啊，这样子。啊，珍惜若从吓醒了，你做噩梦了？你怎么了？就很多啊啊，很像那个啦，那个谁，也不能拿那个总裁来比喻，也没有总裁那么帅，就是头发翘的那种程度。
摊子要爆啦！你曾经痛苦，你怎么不来了？白痴哦！北七哦！啊！修铲子，修铲子。你们让我觉得好恶心哦！你曾经痛苦，还曾经伤心，从爱的。哎呦啊！你笑到被人家说神经病，谁害你就看是谁害的哦。没有，有时候剪片剪一剪，剪到也是笑得很难过啊。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剪出来好笑的地方，你们不一定觉得好笑啊。因为有时候是可能我当时听到的声音，对吧？我当时听到的跟影片剪出来的声音有时候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同时讲话，声音会跌到，可是从 DC 出来的声音跟那个耳机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会不同啊。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团团先讲话，后来换哈基讲话，然后会觉得好笑。可是你们听到可能会是团团跟哈基同时讲话，这样子，对吧？呗。好了呗，我要修装备。P 安安安，哎呦喂，好了，我听到声音了，开工。剩一个，好了，修好了。哦，对啊，昨天我那个
分身账号那个 YT 的分身账号那边有 po 文，说就是因为新版的不能那个一次上传影片，他就只能先上传好一个，然后你设定好之后，再设那个换下一个影片这样子。你一个影片如果以一分钟来算好了，那八部影片就有八分钟，所以我弄完又多了八分钟的时间不能一次弄好。所以之后可能就是都是一长串的记录档，可能四小时、五小时、三小时这样子的了。最早以前我是这样子啊，但是那当时有人是说，就是一步一步看完，就不会想说自己看到哪里，还慢慢找。可是昨天睡觉前看到都是说我方便就好，什么过的。那个忍者龟没办法，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声音就特别小声呢。我龟缸都在整地，有没有？沙漠的这个真的整不完哎，天啊！我怎么铲沙子没经验嘞？看我方便，我最方便就是连船都不用船啊，这是最方便的啊，是吧？我船都不用船，更方便啊，我等一下就是棺材直接去睡觉啦，就不用处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啊。不过到月底之前啊，不过月到三月四月开始，可能就是一部影片。那四月、三月应该还是会尽量就是。分段了、啊，可以看 FB 记录档，就是有些不用 FB 啊，有些就是看 YT 啊。看每次首播都有将近快300人，可是那300个人也没有人跑来这边看看 FB 的直播啊。这三次的轻松生存的那个直播啊，都有200人，那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天哪、啊，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画面都在搞那些羊，然后有的话有的是声音的画面或什么的，所以我应该就是真的当个乞丐，然后到处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子捕捉摄影有没有？名为乞丐的摄影师，哎呦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边是黑的吗？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上面又有八只，这边已经有十六只的九。车鱼，好，过来，你是往哪跑？麦块画面怎么放大的？你说我现在这个放大画面吗？你要装 OpenFi 啊？这就是我很早以前，我想一下哦，当时是因为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次玩 GTA 之后卡到爆炸，然后那时候就是找到各种方法，唯一找到方法就是这个，让那个麦块的那个资源不要那么凶。然后就是 OP 牌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很早之前我就在，然后1.11的时候就开始装了吧，那时候见面一的时候就在用了，然后那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看人家 ID 还是什么，像这样子看 ID 什么的，然后之后巧克力也开始在用，都是很方便。而且我当时装的时候有一个材质包超棒的，就是眼睛会动啊还是什么的。哦啊，王国之战，那是王国之战的时候啦，想起来那是王国之战。然后那时候发生一个，就是我装材质包，然后骷髅头眼睛会动。那时候就有骷髅头会动的事件产生。然后之后换了电脑，换了之后就没有装回来了。那段我剪去剪进小剧场里面啊，就没有哦，就突然在做事，突然一个眼睛突然在眨，整个吓到我了。我发生什么事情？怎么眼睛会动？吓死人了！这是20精装的东西吗？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到。哦，材质包哦。兔兔，好多兔兔啊！
好像够大片了，这边拿来突袭也不错哎。然后就把这边填高这样子。背景音什么背景音？哦，哎，讲真的，盾牌这个大小真的会挡右边很多东西耶，怪不得国外之后都没再拿盾牌了。哇，没吃的了。其实吸东西的声音很好听，对吧？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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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我还是喜欢那个挖草地，挖草地的声音。这一层开始，好，开始浪费沙子咯。这层开始，开始浪费沙子，就觉得好累哦。我在想要填实心的还是怎样？其实可以不用填实心，可是就怕下面会生怪。填实心的吧，反正下午时间那么多。浪费沙子就这样子啊，开始补啊，把刚刚挖的沙子全部这样填回来。有没有够浪费啊？对啊，我干嘛咬我？然后你们又跟他讲说可以中箭呐、啊，我就是忘记了咩？怎样？管很多不可以忘记哟、哦！你们就不要给我忘记上课学的东西，才刚教过就忘记哈？老师才刚教过就忘记。跟老师讲，老师我不习惯啊。先把这打掉。我那时候就睡在仙人掌旁边，就把虫打掉。仙人掌把我的虫给吃了。好，我中箭了，吸不起来了。好，换沙子。这个危险的东西会害兔子受伤，铲掉。仙人掌是违禁品。应该可以播歌了吧？填沙就没什么好听的声音了啦。还是你们喜欢听沙子的声音？天我哥，
贝蒂安安。因为发烧要被关在家七天，哇！你给我喝水睡觉哦。讲真的啊，赶快去睡觉啊，你睡饱一点会好比较快啊。啊，你不要出事情欸。直接主动帮你请假了，哦，就好好休息呢。看到这个组合就知道是什么了，召唤神之卡的组合，一朵花，一个船。再加两只兔子，完美！兔子，你们在哪里？孩子嘞？我在这里，走了，这里。啊！怎么那么多？过来。Hello。怎么还那么多？怎么办？我会不会赢不完、啊？我迷失在这里了，糟糕了！过来，你是有病吗？你快上来啊！这只是不是有点残疾呀？你有问题吗？好好好，你没问题，你最棒！走走走。哎、欸，恁爸哦，你气死呢！跳，木船不够多哎，我的天哪、啊！那也不用繁殖了啊，这么多兔子。被我去带到灰兔跟雪兔，什么阿公？哦，你是说，比如说，什么感冒惊人痊愈，原因是看了繁星的直播，这样吗？为什么看他直播会痊愈？他逼我去睡觉，不让我看他的实况台，这样子吗？四艘船，
靠，你可以再跳快一点啊，白痴的低能。哎、欸，回来了，甘愿回来了啊！可是我发烧没感觉，我靠，装病吗？还是只是单纯你是问题儿童，老师不愿意让你上学，因为你都在吵，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可能？一个边，第二个这边来装盘咯，好了，结束了。哦，赢这些好浪费时间。喂，然后我决定了，我不想填实心的了，我要填空心的。我总算拿花啦。想直接填空心的哎、欸，实心的你填，不是不止浪费建材，还浪费时间。你看，你填完了一层，总要这样子浪费时间，总要填三层哎、欸。填空心只要填两层，填实心要填三层，所以你们会填实心还空心呢？就这里啦，开始要空心的了，那这边就实心的吧，空心啦。
先去修禅子。好了，按什么比直播有个优点，那没有那些机器人，账号还洗版，就有好有坏啊！啊靠，怎么拿绿宝石？他是叫用绿宝石填吗？等一下哦，再继续填沙。搬砖，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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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砖儿，这是什么？
安安。什么什么意思？就 YT 啊 ，YT 创账号很快啊，然后常常都有那种机器人来这边宣导啊 ，po 一些网址啊。FB 的你也要什么信箱认证什么东西啊？如果今天你信箱一大堆，好，你厉害这样子。哦，然后那天玩的60秒的那个生存啊，好像。只有少部分的玩家会遇到，就是玩到后面黑屏，就像我那样子，玩到已经你那个探索都探索出来了，然后就很容易黑屏。然后他竟然还有那种攻略步骤，比如说你今天跟这个那个外星人结盟嘛，结盟后他还有说什么，你第一次要选什么，第二次要选什么。选错就是那个主线剧情就 GG 这样子，哇！那个游戏这样子玩，我就想说啊，算了，不爱胜啊。不爱胜啊，这样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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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先这样子吧。然后我们先把沙子放一放，好评是吧？大多好评这样啊，大多负评。
开心安安。平时那些影片开车的内容不怕被黄标吗？哪些影片？我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的影片明明话题我是有勾那个啦，儿童 不宜观看的那种选项，我都有勾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被黄标啊。啊，我只有一个被黄标过啦，那时候是那个什么。那时候就是找蜜蜂的那个啊，那时候的标题就是找蜜蜂只为了自杀嘛，自杀这两个字不行就被黄标了，然后就把自杀那两个字马赛克，然后就文字打成只为了圈圈这样子，黄标就结束了。唯一的黄标内容是这个，我记得影片也没有什么带坏人的东西啊，就只是话题开的有。开车开得很大而已。YT 也爱哈团。欸，如果今天晚上没阿米狗啊，啊，我玩我自己的啊。如果一样睡死的话，你们再等我一下下，哈哈，我可能赖个床，什么七八点半啊，八点就醒了。
欸，我真的想问一件事情哦、喔，我是问在场的男生哦、喔，人家不都说什么男生不会玩怀孕，男生比较好之类的？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男生跟你在一起，你会接受吗？今天不讨论同志什么的，就只是说男生不会怀孕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啦，因为他们都说男生比较好，男生不会怀孕什么的，可是。要我选，我还是会选女生啊！看很多别人台聊天室那些宅男都在说男生比较好，什么的之类的。我想说，今天真的给你选一个男生，你真的跟他在一起？我是没办法接受啦。啊，我是赞成同性婚姻，可是我。我的性向是正常的。好，没人理我，话题结束。有爱就行，不是啊？就怎么又有猫？不是没了吗？猫不是没了吗？猫有这么好生哦？看其他人影片说猫是最难生的东西耶。猫生的几率很低耶、欸，第几只啦、啊？给我吃啊！喂，嗯，坐好。哎、欸，它好脏哦。基本上我还是会以女生为主，所以有男生跟你告白，你会接受？哇哦，你最棒！不是啊，今天你们那些女生讲什么交流啦？今天重点是你们是女生好吗？而且刚刚就已经说是男生了，你们那些女生闭嘴！然后我昨天也看了哈基一个影片，你们要看吗？我贴给你们，我找一下哦、喔。哈基昨天他剪了他自己的影片出来，然后 我昨天笑到快不行了，开台前就是狂笑，笑到我有点受不了。看一下哦、喔，这个。这个，快看小子，你好看 ！Oh fuck！ 快看小子，你好看 ！Oh fuck！ 我是小子，你好看。然后就因为他剪到这边，我整个笑到快不行。对，我妈他在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剪？然后所以就是。六点四十几分看到这个，我就开台前笑得很久，然后比个十，然后投降，不好耳机，大喊，最后再来一声怒吼，爸，哇，快看小子，你好看，我爸，干嘛？好了。我昨天是准备吃药的时候看到这个，我要差点含在嘴巴里面，差点全部吐出来。啊，我是有吐出来啊，就把药再把药那个药吐在手上，然后再吃回来这样子。
他既真的是一个人很好又很好笑的。我讲真的啦，哎、欸，哈基他的度量啊、人品啊，真的是很好。然后有时候就跟他相处久，有时候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然后就都不会去开他那种玩笑。不过有几次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根筋不对，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跟着喊什么西瓜什么的，然后他说：“哎、欸，你这个讲话有点过分。”我就知道啊，我讲错话。我忘记我讲了什么，就那时候明明知道那他的雷点底线，还在跟着别人起哄这样子。就有时候我讲话就突然会蹦出一些很恐怖的话。有看过很久以前，不就哈基一直狂笑吗？脸红然后狂笑的那个吗？是吧？是那一个吗？然后啊，对，他跟他们说，现在我们那个轻松生存的那个村庄已经有村民了，有突袭事件的话要小心。来路来路哼，一，就之前一直像我家秘书一直说，那个你可以参加至少一届，你也去参加看看嘛，就是练趴那些啊。我说不行啊，我就不喜欢那种声音太大太吵的环境啊，因为以前去过一次夜店哦、喔，我就再也不去。我受不了那种太吵杂的地方，我而且我本身也不听那种电音舞曲什么的，就听得头会很痛。沙子声音好治愈，一起丢啊不丢？哎、欸，怎么又有猫？太夸张了吧！而且村庄是在那边的，你猫生在这边冲鸭会？哎、欸，几只猫了啦？啊，就还有附近的兔子都被我抓光了，太憨嘛啦！猫儿过来，翠儿。翠儿，在跑啊，在跑啊！总是我要吃鱼，等一下，好，等一下暂停中场休息，中场休息，不要跑啦，抓到了齁，烦死了。
哎，五点了，白痴哦、喔！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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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时间那么快啦？啊！五点啦，猫咪，这只臭猫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啊，我怎么这个提示没有跳出声音啦？白痴哦！臭猫，想说什么兔子都不见了，然后转过来哦，都在这里。好，我先躲在这里好了。捡了什么？我都忘记了、欸。就是温州，你怎么了？没有没有，刚无聊用夹子夹嘴巴。这种。干嘛啦？你们要干嘛啦？你们要干嘛了？我玩香菇玩得很开心哎、欸。声音回来了哦，我看到了，我家在繁星家旁边，看到了，来串门了、啊，可以啦，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看的啦，还行、啊，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走啊打，那个比例高度刚好相反，很好笑。所以现在身上谁有不想那个照啊？你喝奶就好啦。其实那个还好，你没有到村庄都不会触发、啊。嗯，他现在在看我吗？啊，你们都没有要来啊、喔？我在啊，我在路上了。哦、我想说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哎，我觉得有点孤单。哎、欸，他跑去找你嘞！我在偷袭。哦，一击必杀。我痛。哦。没了。好了，棋子给你们。好啊。我已经有一个了。我擦我家门口。欸、有啦，超过了。超过什么？什么在讲什么？没事。好的，他应该在解那个吧，盖东西的任务吧。我去，有，超过。我解完就可以跟你们讲。嗯，我们哎，赶、欸、快有人去他旁边看看那是什么，然后抢先一步。不，解完了，抢先一步阻止他一直杀他。那你没有他解完了啦。我刚解了一个，在五十个远射一个弓箭射一个人，他没被发现。啊！你射谁？你射谁？刚刚在那边射到，叮，一个是团团，还在那边举弓，在那边第一个前线在打，那一下被射到是我射的、啊。没有啊，不是我啊，你是吗？射到我吧？我是背袭呢、欸，我那个时候是背袭。啊！想说怎么那么痛？耶！我会射回来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不太行，不行，我们投票，我可以让你发，我可以让你发现啊，可以。我应该血量再低一点，就可以看到哈基杀死我，有没有？然后对，走到刚不举盾了，你没有想过对方会死掉吗？对，我没想到过。对耶，我要那个，我要去借雨月家的父母。你的弓是多痛啦？我的吗？对啊，不会射轻一点哦、喔。是强势的无限弓。是啦，你屁屁啦！解任务强势的射了。对啊。无限弓啊，省一点。不是啊，这重点是强势，不是无限弓啊。重点是强势，好啦。重点是很痛。没关系啊，没事啦。我会痛，可以找那个团团呼呼。不要啊，没有吧？现在是女仆是你，所以是要找你啊。哦，要找你，对，你要说痛痛飞走啦。
通通飞走喽！飞走喽！通通全部飞走喽！哦，我觉得听到更会更痛，没有啦。来来，跟着我一起念，五位五位，哎呀，天五位五位，欧萨斯，那个空杀回来，你会念哦？那个非洲人，你说你会哦？好强哦，你会？你练多久啊？这个东西，就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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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来，再念一次。五位，你再重一下，我念，我不会念。我记得我还有把那个中文翻译把它写下来。你说这个的中文翻译啊？对对对对对，这翻译是什么意思？他的名字，白痴哦！好，谢谢你的解释。OK， 谢谢你的解释。OK， 好难的，我觉得我受益良多，真的。对，我第一次知道，我学到了好多。原来翻译完就是他的名字。那你为什么要去翻译他？解谜猫妈妈。OK。对啊，所以你们那边是要干嘛？你们要做一堆蘑菇大蘑菇哦？没有啦，它既然长这么高，没有，我只是要种一种吧。又想打了，哎、欸欸，我觉得你的职业就当冒险家好了啦，你一直接任务，你当冒险家啦，你当坏人，对，你是勇者，当坏人，坏人快接任务吧，等等，名为勇者啊，念为坏人啊，哦，对对对对对。没事也是。你想看看，你如果有一个人冲到你家里面翻箱倒柜然后走掉，你会觉得他是什么？圣诞老人，圣诞老公公，圣诞。没有没有，然后呢，那个什么，你当这个职业就要有个 debuff， 就是如果呢你在别人家里翻箱倒柜被看到，你就一定要给他弄破。你要给过路费？对，要给过路费。你说，哎、欸，这是你的职业的 debuff， 这不是我家吗？奇怪。奇怪，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你是谁？你哪安呢？啊，那，欸、你就要把这个灯塞在跟蘑菇平行。塞哪里？小雨有粉丝，虔诚的教徒在看着你。啊！这个叫声。好，你咬我，你咬我，你咬我。进来，进来，里面，里面。啊！不是，他想要铁针，他想要铁针，赶快阻止他。他要铁针弄那个、啊，去把他的僵尸打死。对，压怪物。哇，你们好坏哦！我会把他怪打死，超坏。跟在他旁边，他打死我就把他打爆。拿弓箭射，我要拿弓箭射。他近在哪里？坏透了！快打他僵尸，快快！就是他僵尸那只，就是那只。不要打他的，射箭了，把他箭挡下来。去，快去帮僵尸举着盾。我帮你啊，我帮你啊。他进啊，算了，你去死好了。抱抱抱。快这里，快张开你的嘴。哦，谢！喂，欢迎来到美国 ，America。哎、怎么了？就在这里了。没事，我在想事情。你们有时候想事情不会哦，有时候会，就是不会走一些不能理解的事。不会。哦，你说拿起夹嘴巴吗？没有啦，夹嘴巴。哦哟，哦不会耶。会啦，我想自会啊，我想自己都会皱眉头，然后就宕机了，就宕机了，居然，对啊，夹嘴巴问号，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在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啊，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讲话，突然就变成就是问说你怎么了？没有，刚无聊用夹嘴巴。然后就是哈，是有时候会袖珍呐，就是看到旁边有那个有东西就好北来。但是你怎么会夹嘴巴、啊？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不知道，在卖萌。
你们就都不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吗？不会，不会啊，啊，不然太会是，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是怪胎。断线，谁断线？谁断线？他们说我断线了，可是我没断吧？没吧？你断线啦、啊？对啊，你断了、啊啊，你断了、啊。屁啦！你刚刚回我还说我断线。我说 DC 没断啊，可是你人物断了呢。人物还在吧？你离线了？还在啦！在我刚刚看到小雨在那边动。有吗？那是前十秒吧，小雨现在没在动啊。有啦，你在动啊？你在哪？啊，在哪里、哦、有沒有啊？没关系啦，我去找看这个最近的，看一下这个在不在就知道。哎呀，我怎么下不去？哦，我看到他啦。没有啊，他有在动吗？他没在动啊，他是没在动啦。所以你断线的嘛？没在动。哎呦，明明就有动啊，我打他，他有回应啊，他有后退。他有后退、欸，哎、嗯，哎、欸，所以是他断线的，不，没有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自己在没有耶，我在合东西啦，哦，你在合东西，我以为你是故意配合他们在演戏，说你我断线了，哎、欸，我刚怕你来找我，还在那边故意不要动、欸，哎在合东西哦，原来你是在合东西，拍死打扰你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音乐？哇，你怎么确认事情是用拳头啊？先塞一下。哎、欸，我差点刚第一个你在第一个脱口讲出说乞丐，你怎么在这里呀、啊？你好坏哦。啊，你是什么？啊，我建筑，我还没想好哎、欸，可能跟建跟盖东西有关吧。爸是冒险家，你是坏人呐、啊！坏人，是坏，谁是坏人？你啦，他是坏人，你才坏人，那是勇者。你还不承认你是坏人？你刚刚到处穿着军装杀杀这里的村民，对啊，然后就是我在接任务。那是我弟，大家都命丧在你手上。那是你弟啊、喔，对，那是我弟啊、喔。是你要当中二患者。哎、欸，对啊，哎、欸，我觉得他今年很适合哎、欸。然后你以后每次讲话都要很中二，比如说什么，我体内的，对，另外一个我，或者是我体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一直跟我诉说着什么之类的。没有，刚刚那不是我，是我体内的力量，我控制不住了。跟你们说，我家里有养的四天王哦！哦呦，哎呦，哦呦，那是不是长得有像老鼠啊？哈哈哈哈哈！天哪！哎呦，是不是生物鼓掌啊？到垃圾喽！上车喽！谁要上车？上车喽！谁要回家？我可以把附魔。你还说我今年对不对？对啊，就是沙轮。干嘛？沙轮冲我！你说我可以是吗？像这边就是没有，我听到的声音跟 OBS 里面的声音不一样。哎呦喂！真的很坏。我听到就是说小雨说我可以上了色车。回头是岸啊，不要上车啊！哎呦，我的天！痛痛飞走啦！痛痛全部飞走啦！啊！好啦，没有啦。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在讲的那个，那个什么。我听到的会跟 OBS 听到的不一样，略过啊！等一下，我要研究一下新版的，因为我刚刚结束画面，它结束画面怎么可以穿插中间而已啊？哦，可以这样子哦，那可以拉到底吗？可以耶，那我怎么结束画面才一小段而已储存？那。今天就开到这吧，那晚点我们就来研究一下那个劫回者那边的陷阱要怎么做。
嘿，就这样。好啦，那就这样子咯，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啦。啊，怎么整个地抓个猫抓个兔子时间就到了，好快哦。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晚点见咯，拜拜，晚点要插火把了。其实你里面的效率不错多耶、欸啊、北七哦，这边不是显示17吗？16有8只是猫跟矿车吧，应该是矿车加猫，矿车好像算一个物件，因为我有给猫做矿车，然后矿车加猫，欸，所以等于里面是已经没有苦力怕了、欸、好，那就这样子啦，感谢今天的收看，那我们晚点见咯，拜拜。